我不相信有学姐这个东西啊，你是哪每一间学校都有学姐，哪一个才是正统的？是你的话想五声。故事不断，尤其是在醉月湖这边，灵异传说更是闹得沸沸扬扬。好像是学姐因在那里殉情，然后之后就会在那里徘徊。醉月湖死亡事件不断，2003年有男子溺毙，2006年有人发现无名浮尸，2008年则是有妇人来此寻短。最近的2014年，男大学生生日当天和同学打赌用渡醉月湖，没想到不幸溺毙。我们今天要去验证一个全台湾大学都会有的一个传说，一定有一个殉情的学姐出来问人家时间。你这镜头前不头前没人，不是你你镜头未看诶，你看，哎，这镜头未看诶，头前敢有人，无镜头敢会看靠的哦？你有看到吗？只要有人，只要有人，他就变熟了，他就变熟了，还不走那么远是啥小？我们现在第一个地方是要找到一个湖，要找到一个湖。嘿嘿，卡车啊！要等卡车骑。要偷脚踏车，因为这边太大了。要偷脚踏车。是这吗？你看他，那动作完全不自然。我们来到学校就要有学校的学生的气质，要学生的气质，对对对，要有学生的气质。我们先找到那个湖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里是第一个传说地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在这地方听说有死了，新闻上面有记载啊，死了好像4个人。我们待会来这边一一批环节，把传说中的学姐找出来。这栋，这栋，就这个凉亭，就这个凉亭，这个湖死了4个。所以因为这边自杀太多了，有一个传闻就是什么学姐要抓学生嘛。学姐是听说是在这个凉亭里面跳下。然后他们本来本来有那个一条桥，到放到凉亭嘛，就把它拆掉了。哎呀，做专题的，专题实验报告了，请他们报告一下。等一下，说我们是这里的学生啊，你快点，快点看，马上叫了。我们在哇 ，Hello， 你好，学姐，学姐是你吗？你好热情啊，学姐。学姐，怎么了，学姐？你是学姐还是那位阿姨？哎呦！哇哇，跟好夸张哦！啊，规栋查某个囝，囝已经关掉。乱去！我惊！哇，好夸张哦！你们看，哨兵一直在叫，是学姐吗？往峰那边呢？是学姐吗？还是哨兵是就一个凉亭哦？嗯，是学姐吗？还是无名氏？还是阿姨？我们看过哨兵，那你叫的。我们看，哨声是旁边的。对，哨兵这是有夸张。旁边有人笑是因为有一对，好像是疑似是情侣在那边。能改水喽？王毅都要讲。嗯。你好，我想请问，是学姐吗？是学姐吗？还是在这边往生的往生者？龙根。对啊。哇，今天哨兵好夸张哦！你们看得清楚吗？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学姐是你吗？
是的话，你音乐盒让它全亮。这循环吗？这有干扰吗？这个太夸张了。你接电管都管，接电管没干扰啊。我这没干扰啊。你看天空是没东西的、啊，我们这边也没有电线杆，也没有什么电线啊。对，有点夸张啊，有点夸张，有点夸张，他叫的有点夸张，也一直叫哎。看你学姐，学姐是你的话叫个两声，叫个两声。刚刚绿色的那个哨兵，我不相信有学姐这个东西啊。不是呢，音乐盒现在是亮后面呢。对啊，两声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有学姐这个东西啊。每一间学校都有学姐，哪一个才是正统的？是你的话，想五声。几声？三声？我跟他起五声。几声？几声啊？我叫他想五声，他是讲几声啊？哦，有点扯。五六个，两是五六六个。我知道。嗯。有点扯，我觉得。停一下，音乐，停一下。停一下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如果你真的是传闻中那个学姐，那个长得很丑然后殉情的那位学姐，你哨兵在响五声，谢谢你。突然呢、啊？音乐有停掉。五声？这是五声吗？扯到这哪个？这不止五声吧？五声，五宝，五声。去啊妈！这里是校园呢，你真的听说你十一点会出来是真的吗？是的话，响三声，然后再停。音乐先停掉嘛，谢谢。音乐一直亮后面。来，如果你真的是学姐的话，你响三声。声，我们来 EVP 啊。EVP， 嗯，要男的 EVP 啊，我你去 EVP 啊，我唔敢 EVP， 我你 EVP 啊，你 EVP 啊，他真的很，他真的很实啦，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胆小。今天整个场面都被死哥，哎、欸，起码才二三呢，二三哈，你啊，你等，你要赶快掉，你要赶快掉，赶快掉，我叫一直叫，冇叫，冇叫，冇叫。因为这边曾经就是有一位学姐，她跟一个男生，她的男朋友，然后约在这边十一点要碰面，结果呢，这个男的没有到，后来这个学姐好像是因为伤心就跳河自杀，然后曾经还有一位就是一个阿姨来这边跳河自杀，然后还有一个无名尸，还有一个是一个这间学校的学生，然后生日的时候就是说要游过这一条湖，结果溺死哦。哦，以上是这条湖的故事、啊。学姐是你吗？刚刚摸哨兵的是你吗？刚刚我们的仪器在亮在叫，是你们摸的吗？哎、欸，小马，你走太远了啦！我看不到你，我整个人很慌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问什么。你要近一点。哎、欸，他跑多远，你知道吗？他丢我自己，哎、欸。我刚才就给小麦酒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问 EVP 啦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死哥在掏钱。我想请问，啊，他是叫我吗？猛掉，他是叫我吗？我想请问你，曾经有一个无名女尸在这，那无名尸在这里过世。你可以让我知道你怎么往生的吗？又或者是怎么称呼你？你是自杀的吗？在直播。然后，对，现在我很尴尬，对，我在直播，一直有人走过去，你可以回快一点吗？有人讲没有 EVP 问路啦，讲叫你哪行哪问。我是要问人吗？你笑到声声的，好不好？那学生老人笑就声，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，都是被你笑声吸引过来的。我未懂的呀、啊，我看着你安尼，我未懂的、啊。完了，我不是在听咯嘛。
蹑手蹑脚的跟小偷一样。啊，你在废墟里面不是走得很大步，走得很快，再来啊，过来啊。那我的笑声吸引目光了，我的笑声吸引过来。你得塞卖球，就是卖球。我老公你没球啦。这到底是想叫我来？他根本就不是喜欢我们频道，他根本是想看我尴尬，想看你尴尬。